系，唐广培唔该，系。有冇送生日礼物俾人啊？冇啊。啊，生日礼物你都冇送、啊。我谂住食餐饭买个蛋糕仔咁，应该都够啦啩？有冇 tips 啊？你咪清洁下厨啊，食餐饭。我虽然系做过小通啫，但系我唔识煮嘢食喎。大家有睇《美女厨房》都知道，我系煮唔到嘢嘅。唔识煮啊？唔识煮啊？买个外卖得唔得啊？买个好啲嘅咯，得唔得咯？帮我问下佢咯。又帮你？咁奶奶行。你做咩唔主动啲啊？主动啲。唔系咁，大家忙啊嘛。你再唔主动，佢就俾人追咗噶嘛。咁大镬？哦。我而家要求一个主动嘅人。喂，你以为自己好条件啊？唔系。你是不是太過內斂啊？我要做的事都做了，但是他未覆我嘛，他都未覆我的家，那我都約不到他啊。